大家好，我是邵川，来自西安。我呢是2021年5月结缘的凯丽。我当时吃的产品呢有复方的 NMN， 还有益生菌，还有这个脑力健。我个人最大的感受呢，就是这个 NMN。我之前也吃过其他品牌，大概有3个多月的 NMN， 就是白天的精力会充沛一些，其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受。但是这个复方的 NMN 凯丽的这一款，因为加了 SOD， 加上它是含片，所以我最大的改善除了白天不再睡午觉，而且我的经期有大概大半年已经开始不稳定了。但是五月份吃了这个之后，我从6月份开始每个月又是很准时的，这个是让我非常的惊喜。第二一个就是这个脑力健，因为我个人就是以前陆陆续续吧，就是10几年前做过3次的全麻手术，所以我的记忆力是非常差的。熟悉我的朋友包括我的家人都知道我记性不好。但是我吃咱们的这个脑力健以后，我觉得一个是晚上睡眠好了，还有就是我长时间跟人沟通说话的时候不再打磕绊，就是思维还是比较流畅的，这是我的一个感受。还有这个清肌片，清肌片因为我是当时它是全世界唯一的一款嘛，7月份上市的，但是我是8月份才开始吃。我喝了这个清肌水大概有1个多月，我发现我的腹股沟不疼了，因为我今年春天体检的时候就是发现我有右侧的卵巢的囊肿。但是医生说不要紧，它是积液，说慢慢消炎了就可以好。但是我是拒绝吃西药的，所以我把医生开的单子也扔了，然后中药喝了大概有半个多月，但是太苦了，实在是没有办法坚持。所以我很幸运吧，我8月份开始喝这个清肌水以后，我到9月20多号，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，我就发现就是我早晨醒来和晚上入睡的时候腹股沟不再疼了。哎呀，这个真的让我特别的开心。我也相信因为清气抗炎效果好，所以给我身体带来了改善。我也期待着解封，西安现在在封城，解封以后我去做体检，看一下我的指标的变化。所以凯丽的产品真的特别好，我现在也在把凯丽的产品分享给我身边的亲朋好友。我也希望我们老百姓能够用这么性价比高的价格，然后能吃到这种世界顶尖科技含量的这种高生物科技的产品，我们真的很幸福。所以也特别感恩凯丽公司，还有这个复益工厂，还有我们的研发团队和创始人。谢谢凯丽，然后也谢谢我的这个好朋友推荐给我。那么2022年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